索萨出席发布会。9月2日，天津权健将在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客场对阵江苏苏宁。赛前新闻发布会上，主教练索萨直言，周中的亚冠让球队体能消耗很大。谈到球队的备战情况，索萨首先表示，最近几天我们以恢复为主，周中的亚冠比赛我们的消耗很大，旅途也很劳累，希望能在间歇期前取得一场胜利，并利用间歇期这个时间恢复伤员，更好的备战后面的比赛。对于球队的伤病情况，索萨介绍道，两名伤员张修维和米浩伦的恢复情况还算良好，不过出战明天比赛的可能并不太大。明天将是孙可也将第一次重回南京面对老东家。对此索萨则表示，孙可在江苏踢了十几年球，明天是他转会之后第一次回到这里踢比赛，希望明天孙可有好的表现给大家。